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Nikki 啊，大家都可以叫我苹果嘅。我最重视嘅节日啦，圣诞节，我觉得是最有气氛啊，全年之中圣诞节是最有气氛，因为好多人喺街，好多情侣啊，好多灯饰啊，好靓咯。我最喜意哪种类型的男仔啊？看落去简简单单、大大方方咯。高瘦的，有少少身形的，最讨厌啊，猥猥琐琐嗰啲。最浪漫的情节是去马尔代夫同我最喜意的人在水上。好简单咁样食一啖，我又觉得好开心，好满足，好幸福。最冧情到浓时，男朋友同我讲过最冧嘅说话，就系话我永远都唔会离开你噶。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我嘅幕后花絮咧，就可以登入北部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嘅 channel 就可以见到我噶啦。